在亚都松水五月田中二街旱季的欠水的措施当中，各用民落虽然无在旱水的范围度风，三有几千户的民众是拄到无此类水好用的情形。各用民落是在屏东平阳的清北片，地下水位是对东北向南偏西，其中在闽南南偏的金融地区。地方的路窄很适用，逐块的产地天内风水就会泼出来，来形容也个天下水是非常的足。不过，田地人为的开发，韩国天下水使用形态的改变，也按多年来米农、其山也搭麦，已经出现储唔到天下水的情形，甚至有几千户的居民无此类水好用的问题，菜地的居民都苦到讲唔得。从湿阳嘅送佢嚟，大厦喺热草房嘅佢叫佢正。条白嘢其实讲福利，天下水为足。每几年八十八岁，古代福伯公超地得地。我系限四四年嚟嘅时间，系四年就讲差唔多五六岁、四五岁嘅时间，一个正。一正一层嘛？一个正，一个正差唔多一床一床二啊呢。一床二乱嘅都有水哦。嘿，条白嘢。伊创意改足水个，啊！啊，近间哦，啊，近都良心人也无水个，早早。睇古代佛杭州生意个时节，唔是用自来水，只有冲个地下水好用。唔过近间想要啉一口水，漳州的想办法再打一口韩国城个浆，也是黑搭睇水人体验人一段无奈何个事情。水系流通的，无法通用行政体制来限制。同其山江福里两隔壁的闽农吉阳里，那些水位降下来以后的疏开天气，居民大将从一仓、十仓到更加十五仓，哪有法通储到水？不过有时节天气无落雨夜，还是会储唔到水。抽到三月七号的时候，它自动没有水嘛，就坏掉，换新的。抽没水啦、啊，就知道已经不行。就换新之后还是抽不到吗？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抽不到了啊！莫打小发热，温室内嘛无好，漳州的气候都摆，都无一样的北方下水水。近江水啊，储唔方也无此类水哈。啊，明日近下猪头哈，后山的前方都要咧北方下水水古来哈。啊，古来时节发，咁要用人咧储水上去水塔旁。哎呀，地后山的那无几多口的花哈，紧无水好用哈。存一个老人家吃落卡，伊也无法度去追水。无水，你哪不追水呀、啊？追水然后没有煮啊，吃外面啊，吃到会怕呢。然后洗澡去别人家洗。无水日底会害人不偿命，民众想要同水公司申请自来水，还无天做得。你要是来打仗，储水够用，那个硬台湾人都无水够用。怎么生气呢？去潜水里啊，无法吐。伊讲好啊，我同你开了，我同你开了。伊讲什么呢？交了两万多块。8月16，108年8月16去交钱，到现在还没有来接管。你说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呢？可怜可怜我们嘛。我们还是继续哦，就是用接水管的方式哦，从有水的地方去接到没有水的地方，让这个部分它的家户哦，直接可以到就是那个用户端哦来做取水。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，那可能就是用水车。潜水管派水查追水来，也高雄市政府同水公司搭合以后的便巧方式。不过对黑大体水源体的吉用居民来讲，地下水位降下来。就像怪嘢本人接到换手换手嘅水度，看起来无乜嘅感觉。唔过等到地壳反应咧，咩反应唔差地。下个新闻整份，只公布图。